太自由了，太奔放了。那不是跟你一样吗？欸、我的自由跟奔放是，羊跟就是我觉得，我觉得他回家以后会没有办法把家里整理得很干净，他就会想要先睡觉。因为我现在想睡觉，我就要去睡觉。因为他好累了。对对对对。他在外面跑累了。没错，但你叫他去做，他可能还是会去做。但是就是，所以你觉得是一个消磨？他 right now 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但我会希望他是那个回家一定要洗澡，然后睡觉。羊比较奔放还是射手比较奔放？射手没有，我是问射手没有，我是问实际交往，你交往的里面，你觉得最舒服的是？哎、欸哦，我没有交往哎，别出来，今天啊，我没有交往过。你说你没有交往过，所以是一夜情？那你在讲还是固定的朋友？啊，我不能啊，我没有交往，不能讲牡羊座。没有，你相处有相处，啊、我交流不行、哦，你不能对，我暧昧有相处，你不能没有，我有相处，对啊，我都是有相处嘛。那你呢？你是巨蟹吗？没有，摩羯。不是不是，我说你是巨蟹啊，你相处我是巨蟹，相处的摩羯。摩羯